哇，年轻人，你这个什么脸？啊，又吃饱了，吃饱的一天。每次都是第一颗草草出，第二颗吃饱饱啊。运气不佳，老爸就趁你运气不佳的时候打个赌。你想赚钱吗？赚钱哦，哎，好哎，因为刚好过年的时候没有红包。你会赚钱的，干嘛要红包？红包你可以有，但是要自己赚。自己赚？怎么赚？怎么赚？你要我带你去一台，给你1000块，接下来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我哪知道怎么办？你要赶快跟我讲啊！1000块，如果夹出2盒以下，哎，你就给我5万块。那我干嘛跟你赌？可是，你如果2盒以上，每多1盒，我就给你10000块。10000块？问题是你那台会不会很难讲？乱搞，你要用你的技术来克服啊！你是不是给我偷偷设定成非保不出？那赚我的钱，只要看看才知道啊！赚我的5万块，哎。走，你现在带我去，你带我去，出发吧！是，就是这一台，就是这一台，是不是？看起来陷阱还蛮多的，我就知道你蛮阴险的。难怪你敢跟我玩5万1万块的游戏。你敢答应，你也已经有准备。我是没什么准备了，因为机会是留给没准备的人，是不是？你自己说的。赚一样就点，赶快来吧。啊，2盒是不是？起码要夹3盒我才会赚，2盒我都亏嘛。哎，你这都蛮大甩的呢，甩的直接攻后面。哇，我想说你要上2楼，哇，真的有机会上2楼。不怕，反正1000块嘛，1000块的机会。没错，我可以前900块都让你，只有100块只出3盒吓死你。这样你赚少一点哦，让你吓一跳，这也太大甩了吧？应该再跑回去。你怎么会希望不要跑回去？你应该希望赶快跑回去，让你赚钱。想让我赚钱？哇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心的爸爸？天底下的爸爸，我都说是这么好心的，赚钱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先来搞定这一盒。孙悟空啊，孙悟空，跳跳孙悟空。今天这个取决于我红包的深度。你要认真点，你可不能坏掉啊！哼，还有差一点。你这个三角形是怎样？你可以不要这样子搞吗？你可以正当对决。哇，又是特殊画面。先夹别盒压压惊。哎，你那掉下来，对，这么快掉下来，这样子好，推会不会有危险？推推，耶！哇！没关系，你现在还有一盒的扣单。哦，开始发威了，你 boss 每次都是3条血量，打掉第1条，攻击模式变化。变化内丢模式，1000块你也太不给力了吧，一盒都保不了。哎，真的他换一个攻击模式，哎，他刚刚都没有在丢呢，怎么突然一直在丢？哦，几楼啊？一，这个小坏蛋，抽起来。哎，好难的。好，有戏。哎。鞋甩了，鞋甩，你想害我？鞋甩就甩到他了啦，那边害我，那边甩，这样就出来了。哇，来，没事啊，内丢放下去就好了。原来是糟糕，对不对？在那边想害。哦，想好，自己找胜利方程式。完了完了，我感觉到危机了，又在那边想要害我去夹小盒的，然后又夹不到。哟，为什么不再动口呢？
呢。放下去。哇塞，刺激画面。花式洗机的花式档位，哇塞，而且是最近学的540度旋转，对，嗯，哦，啊，哎，我，哎，我的钱，钱不见了，糟糕，冲了，捡到，哎，我的钱是怎样，跟精灵一样那边乱跑。咦，拖啊！还有啊，红包自己赚啊！没事了，我还这么多，我就是不信这这么多还夹不出两盒来，夹不出两台就是你作弊，然后我就不承认。哎呦，又来了，哎呦，啊！还不如前进啊！哦，拿那个扫把给你啊，好吧。不要，我捡到了。你会不会手？没事，这是上天。你看一堆垃圾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滚！考核的太难了。哎呀！哦，不知道抽不抽得起来。哇 ！Oh my god！ 它的方位方向不对。啊！太坏了。喂，那个台主在吗？就是说跟你协商一件事情，就是帮我全部摆枪位啊，夹三盒分你5000。我搞不好过年我有红包了，五万块太多了吧？盘出来啊！哦，三楼了。哎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你机台是不是怪怪的？下面，来，对，弹过来。不然你会输死哦！一口气出哦，这台大甩抓身外丢，看好了，哥哥你，哇，死定了！哟，靠，啊小，哇靠，好，别想，别想，哎，这个要推的。啊！推的哈，快不见了！推的哈，再推有啊，现在才两盒而已啊，还是平手了？没有，还是有5万块啊！你堆丢一盒，多一盒就10000块给你了。丢一盒不止你的5万块没有，连我还有10000块，我还要给你10000。这叫做一口气损失6万块的意思。哇，对啊，那你不要再坑了，不行。转玻璃战术，加马赛，不要给我关录影，加马，这个你，这个你一定要给我机会，儿子为了他的样子脸拼了，一定要给我机会，来喽，哇。没了，好了，5万块要拿去了，给你当孝心费。太爽了！我每年都拿你红包，总要回馈一下的。今年赚了5万块，今年赚钱就当然回馈一下了。啊，但是该夹的都夹出来了。对啊。哎呦！哎呦！哇！差一点点，我操！不假了，门口拿去吧，浪费我的钱，对不对？不要那边逼我，哦，好，公仔拿出来了，我们还有钥匙，还钥匙，还有钥匙是怎样？自己摆枪位，好，5万块拿去了，我也不多说什么了，5万块红包。红包大礼给你，谢谢，就这样子啦。哎呀，给我看到才算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别忘 FBIG 下边麦当劳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
你怎么还在？快去拿红包！误入画面，那边乱入、偷入，难道不知道我镜头魔咒吗？那边入，又想让我夹不到。你看，就是你入，滚滚！